今天就跟着东东一起来打卡全新呈现的Sanxingdui博物馆吧，共同探寻Sanxingdui与航空冥冥之中千丝万缕的连接。这是飞机发动机的叶片，长 3.4 米，你能想象手工制造一件高达 3.96 米的青铜器是怎样的难度吗？直到我们亲眼看到这棵青铜神树，一切设问都化为了震撼二字。对于生活在古代的先民们，制造高达数米的大型青铜器谈何容易。古蜀先民用极具浪漫的想象力，将山川锦绣、太阳金屋融进这棵通天的神树上，神树的底座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，神山之巅的正中是拔然生长的神树，卓然挺立。正如站在青铜神树枝头上的青铜鸟一般，频繁出现于Sanxingdui遗址的鸟形器物，表达了古蜀人渴望飞天的美好期许。数千年前的古蜀人，他们虽无法日行千里，但却依然用双脚丈量着世界。古蜀人开拓进取、突破局限、包容自觉的精神，也在数代航空人身上展现。